晴晴安，过来，我们等一下要去逛街了。他俩一边走着路，一边还聊着天呢。还有一个学长大盘鸡呢，你看。学长，这是学生吃的。学生吃的，肯定是哪个毕业的学长开的店吧？可以上完大学，你也可以自己工作，知道吗？鸡蛋，今天 不你不让我做一个鸡蛋吗？嗯，今天做了一个炒鸡蛋，开心吗？开心。我记得妈妈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土豆丝。啊，真棒，你俩。等到我老的时候，你们两个就可以给我做饭吃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到时候我会做的饭也越来越多。我们晴晴好像在画冰墩墩呢。呀，你怎么又买这个了？真是。这么冷的天，两个转身。爸爸。哎呀。啊啊。干嘛？就这么吃了？你确定你们两个可以吃吗？可以。进不来的太突然，一直走错。一个人吃两口啊，要不然会生病呢，听到了没？听到了。你们两个人只能吃两口。啊？你不吃了是吧？好，你不要吃了，一会儿都生病了。快点，快快！干啥去了又？去选呢。去选，你看又去选礼物了。好快！安，想吃烤肉了安。刚刚在商场里面太吵了，我们就找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吃饭。这边人不太多，还比较安静一点。舒服吗？吃饭之前你爸还给你按摩。这个是烧鹅。烧鹅？嗯。不吃呀，你放我干什么？哎，真的太挑了，这两个菜他一个都不吃，然后还特别嫌弃盘子里面有汤汁。你怎么是热的，不是凉的？大冬天的喝啥凉饮料呀？来，我们先干一杯。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咱俩喝。你别让他喝凉，你刚才让他，你干啥呀？你刚才让他吃冰淇淋，这回再让他喝凉饮料。赶紧吃饭呢。你想让他拉肚子。来吃个叉烧包。吃吧。这不就是个包子吗？有什么吃的？他说这不就是个包子，笑死了。你干啥呢？安。你非得把这块冰捞过去是吧？嗯。啊？放一下，我再说一遍啊，因为你刚才已经吃冰淇淋了，拿过去，会生病的，知不知道？拿过去。差点给我这汁洒到我衣服上。不亏。安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吃的牛肉了。牙缝里面还有东西。你能吓死我吧？你年纪轻轻竟然会塞牙，说明什么问题呢？你的牙齿已经被虫子吃了好多好多了，对不对？晚上刷牙不刷？啊、还跟那抠呢，跟个老头一样。我们回到家之后，安安为了求他爸爸给他拼乐高，直接戴上他的卷发帽子开始跳舞了。看人家安安容易吗？赶紧给人家拼吧。快点拼！完了，我觉得今天晚上没有三个小时的话，可能睡不了觉了。你看一下后面，他们三个全部都在摆东西呢，好多乐高片啊。